我先确认一下，现在直播有没有成功？刚才失败了一次，跟大家分享我们的日常。Hello， 大家好。那你为什么只 PO 一点点？你为什么断章取义了我的意思，让大家感觉我讲的那个什么温暖？你说你是善良吧？是不是？善良跟被害妄想。今天我们小助手是蕾蕾，嗨，哈哈，来 ，Hello， 说大家晚安。大家好，那就晚安了，那就晚安，嗨，好，大家，那我抱着你一起好吧？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家，今天要煮的是牛排。好，谢谢弟弟，谢谢喽，来，谢谢，切完了，你好棒哦，哇，弟弟好棒，耶，切完了。好，这个你要切吗？好，宝贝，你要放，你在旁边等我一下。到底昨天发生什么事？你为什么？昨天啊，好。你为什么那么愤怒，然后po文？发生的事情就是，因为就像你说，我已经很努力的在准备某一样东西了，然后居然有一种被误会的感觉。然后你知道了，就是居家防疫了。两个礼拜吗？还三个礼拜？差不多了。对啊，小朋友都在家里啊，然后你知道，就是一种各种烦躁，是，然后他没有冷气，各种燥热，然后当你听到那个有人质疑的口气的时候，你做的要死要活，然后又被质疑，你会觉得天哪，怎么会有这种想法？不好意思，你的访问是被中断了。不好意思，这里有一个，就是少的声音就好。那你为什么只抛一点点？你为什么断章取义了我的意思？让大家感觉我你讲的那个什么温暖，你说你是善良吗？是不是？善良跟被害妄想，因为我觉得被害妄想有点，就让大家觉得爸爸就是游手好闲，在旁边那种讲风凉话，然后滑手机的家伙就好。不是，爸爸也不是游手好闲，只是你知道。好了，我开玩笑的，不要那么认真。对，好，我就给你了。好，没事啊，我开始煮饭，我认真要煮饭，我都不要吃。没有，知道，你知道就是后面这个已经快要到睡觉时间，所以他现在有点崩溃，面躁动，对，喵喵。